哎，这块表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搞，拿错了。你说我送他的这块表，怎么就能被他糟蹋成这样呢？不仅话没说上，还换了块烂表回来。咱们家这么值钱的宝贝就被你给糟蹋了。喂，不就拿了块表回去吗？至于这么高兴吗？喂，我是苏念青。你好。听秘书说你来找过我。是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我。你什么？就是你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啊？你是巴不得我马上跟别人结婚吧？没，我怎么可能希望你跟别人结婚呢？哦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没吃。是吃了还是没吃啊？吃了，但没吃饱。他估计心里想啊，怎么几年没见，脑子变傻了？怎么自己吃没吃饭都答不上来了？那要不出来吃点，我还没吃呢。好。